小朋友们好，俺是熊大，今天俺要开俺的运输车去给熊二送货物了。哇哦，这辆车车好大，是一辆惯性车车，还会讲故事哦。快来看看，看，这辆车车一共有八个大轮子。车头能活动，后车门能打开哦。门打开看看，哇，里面的空间很大哦，可以装很多东西。我们把货物放进去，装进去，关上门，关上车门。好，出发喽！滴滴，它是惯性车车。熊二家到了，熊二，熊二，你的货物来了。是熊大，太好了，谢谢你。熊二，你看看，这是你的两辆车车，他们都是变形警车里面的车车，两辆都是工程车，这辆是铲车。克里尼，它的铲子能活动，哇，它好可爱，它们都是合金车车，很棒哦，克里尼。哇，这辆呢是压路车，麦克斯。前面这个大轮子就是用来压路的，也可以转动哦。滴滴，小朋友们一起压路去咯。哇，这些都是熊二的家具。一张大床和大沙发，小沙发，还有好吃的。饼干，红辣椒。土豆，樱桃，金桔，白萝卜。好了，熊二，你的货物送到了，那我还要给光头强送货物呢。等一下，熊大，我可以听听车车上面的音乐吗？可以啊。我们按一下车头上面的按钮。是不要三心二意哦，要一心一意做事才能成功。乌鸦喝水，好了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啦，拜拜。